这个洁露真的是做到全世界最好用的洁露 ，Everybody！ 我现在来示范给你看，它为什么跟别的不一样？它为什么变成混浊的颜色？因为它里面有藻碱，一二三四，有任何变化吗？完全没有任何变化，为什么？它里面含有的就是51%的日本活酵母，25%的氨基酸。氨基酸帮我们做清洁，日本酵母帮我们做修复。来，首先。先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在手上打圈圈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泡泡是已经很多了的。它洗了过是吗？你会觉得你的脸很滑，然后你会瞬间觉得它白了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它洗了就是这样。我这个是黄金修复泡泡面膜，然后我这个不只有二裂酵母，我还有黄金海藻，还有24K 黄金做传导。我老板的脸毛孔粗大，很多油，男人都是比较油性的。首先就是这个哈，你是挤在你的脸上面，你看它满满的黄金。这个东西很简单，你这个一起泡。你最多等一分钟就洗掉它，比刚才更嫩了，整个皮肤就是很滑，而且很舒服，你很想要一直去摸它。你是嫩的嘞，是吧？